上了吗？牙医，我已抵达现场，纪子小姐。49号安全门是距离求救讯号发信点最近的出入口，向前搜索，技术班应该就在附近。有崩坏兽的反应，发现技术班，数量不多，小心。雷电牙医，现在开始执行救援任务。这个装置是牙医，尽量将怪物引到装置的生效范围内打倒。引到装置的生效范围内，有什么目的吗？按技术班需要回收的零件，现在就在这些崩坏兽的肚子里。肚子里？这真的还能再利用吗？提安呢？另一位被选中的天赋驾驶员吗？没错，不过这个问题儿童之前惹出的麻烦太多，目前已经被禁止登上天赋。问题儿童？这个必须由我来描述，或许你见到他本人会理解得更快。的机兵应该都是被提安娜放倒的吧，居然在拿装备了施过加特林的信息号做对手，这也太乱来了。那丫头还是疯得这么厉害，凭她身上的装备是打不倒那个猩猩的。牙医，拜托你了。
小心，之前被打倒的多才什么纠缠不清。兽群，喂喂喂，这下可糟糕了！缇亚娜、牙医，你们，等等，为什么这个地方？一把叉子就打倒了崩坏兽，不赖嘛！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？没有崩坏能反应，不是感染者，也没有装备崩坏能驱动的武器。打倒崩坏兽凭借的只是单纯的身体能力吗？现在不是感叹这些的时候，更巨大的崩坏能反应出现了。小姐，啊，没办法了，我们也一起上吧。哼，雑魚のくせに生意気ね。